出入浴缸应该用浴缸转位凳，将凳两只脚放喺浴缸里面，另外两只喺出面。用之前较低张凳，等佢嘅高度比膝头高两寸。当要入个浴缸，首先褪后，直到对脚掂到张凳。伸出做咗手术嗰只脚，一只手扶住个 iPad， 坐低之后再褪入去，然后转身放对脚入浴缸。如果系做咗髋关节手术， 千祈唔好彎身向前開水喉，咁樣會違反髋關節手術後嘅預防措施。要避免彎身向前，可以將手提花灑駁去張轉位凳度，開咗水喉先至入浴缸。出嚟嗰陣時，先將對腳放近個缸邊，然後遞出浴缸外面。個人褪到凳邊，扶住 iPad， 伸出做咗手術嗰只腳，然後用對手同隻好腳撐起個身。浴缸內外都要用防滑浴墊。